大家好，我是光哥，我是小鱼。世界厨房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墨西哥的乌鲁阿潘。那墨西哥不但风景漂亮，人文丰富，而且还是很多食材的发源地。比如说，现在在国内越来越受欢迎的牛油果，它的原产地就来源于墨西哥。那就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开启这次的墨西哥牛油果之旅吧。3 years, maybe 7 years, and then 40 years. This is a three stages of tree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same orchard. 我们眼前的这棵树的话呢，是这个果园最老的树，有40年。然后它旁边的话，这个树的话是 7 years, right? 7岁。然后这旁边这个很小的这个是3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油果树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从3岁、7岁到40岁。These are from different harvest times. This is going to be ready in cuánto tiempo va a estar esta para cortar? 这个果实，牛油果果实的一个成熟的标志的话呢，就是它其实是它的含油成分。那他们有经验的，就用眼就可以基本判断出来，就是哪一个是可以去摘采摘的。我手上的这个的话呢，大概再过15天，它就完全成熟了，就可以去采摘了。那在这个的话呢，颜色看起来更加青一点的话呢，这个果园的园主的话是说，大概还要1.5个月的时间。那么他们采摘的标准的话，他们会用机器去检测，如果它的含油量成分达到24%以上的话，他们就可以去摘了。这是一个长到果子了，原生品种 Criollo 的果树，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果实长得跟 Hass 是非常不一样的。看 Hass 的这个表皮上面是有很多凹凸的，而且它的果皮是比较硬的。那这个 Criollo 的这个果皮的话，它是表面很光滑，有一些紫色的感觉，然后它看起来更像一个茄子。It's all different to the Hass. Yes. Totally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我们切开了这个原生品种的这个牛油果，它的皮啊是非常薄的一层，然后里面的果肉的话呢，看起来它的这种油分的话是少一些的。看，是很不一样。Hass 的这个果皮的话呢，明显要厚很多。然后因为这两个呢都属于是还没有熟的一个状态，如果是熟的这个牛油果的话， Hass 的这个油脂的成分可以看得出来更多一些，但是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它看不出来。 So, which one do you like better? Hass, definitely. Hass? Yeah, definitely. The Criollo have a texture we don't like too much. Somebody people like, but only in Mexico.So food safety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roduction of avocado. Yes. So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every step on the way to make sure that we're doing exactly by procedure. There has to be no garbage whatsoever in the fields. All the employees get training, and we have also bathrooms that are specially designed for this type of orchards, so no contamination gets whatsoever to any part of the fruit.The workers wash their hands every time they go to the bathroom. They have special places to go to the bathroom. And all these guarantees that the fruit is at its best condition when it's exported to other markets. 牛油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水果，它原产于墨西哥。在公元前5000年前，这边的原住民的话已经开始广泛的种植牛油果。现在的话呢，墨西哥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牛油果产区，全球超过60%的牛油果都产于这里。我们现在去采摘牛油果。You cut it? Yeah. Oh.
这里。Yeah. 哦采摘这个牛油果啊，就是要非常的快速，这样的话呢，才不会让这个果实受损。这样的一种采摘的方式，如果把这个梗啊完全去掉了以后啊，它这个牛油果里面的果肉就会暴露在空气里面，那它就会很快的会被氧化掉。那在如果再卖到市场里面的话呢，它就会坏掉了。那我们吃到的牛油果就不会是很好品质的牛油果，所以在采摘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一定要保留这个梗。现代人对有机健康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墨西哥当地也有生产高品质的有机牛油果。接下来我们去有机果园参观一下。我们今天来到了当地的一个牛油果果园，这个果园有50年的历史，所以这里面的果园的果树都非常的高大。那么我们来到这个果园去看一下牛油果是怎么生长的。Between the avocados, we plant those bananas to make biodiversity. So, and this is a very special kind of banana that has bone in the middle. 在果园里面，通常的话呢，会把香蕉树跟牛油果一起去栽种在一起，就是让它们这个整个生态的系统更加的完整。This is ripen. Yeah.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vocado. 哇，这个牛油果的话呢，是它从树上自然掉落的一个牛油果，非常非常大，就是看一下，跟我的巴掌差不多大。Avocado, you can show a little bit of the soil because it's very interesting. I mean, layer after layer after layer, this is very rich soil. 看一下这个。乌阿盼这边的土地的话呢，非常非常的肥沃，因为在这附近的话有一个火山，它曾经喷发了大量的火山灰，让这里的土地的话呢非常的肥沃，非常适合于牛油果的生长，所以这里能够出产非常优质的牛油果。This is flower. They have very tiny flower. Very tiny flowers. Yes. And they do like 3,000 flower, thousands of flowers per tree.Per tree, yeah, and they only get pollinized like 500 or 800. 墨西哥的牛油果树非常非常的奇特，它在同一棵树上同时会开花和结果。那我手上的这个牛油果是刚刚成熟的，就这棵树掉下来的牛油果就已经成熟收获了。那它树上的话还在长着，就是还在生长着的牛油果，同时这棵树上还有在开花。然后它这个花期的话呢，一年有4期，所以它一年也可以收获4次的牛油果。所以墨西哥的牛油果，它有句 slogan 是 always in season， 就一年四季都可以供应新鲜的牛油果。Avocados that fall to the bottom of the trees, they collect them. The leaves, the cow manure.有30%的地是完全保留它原来的生态的样子，这是他们就是为了保留它的这个生态原生态的这个环境，让这个牛油果可以更加自然的去生长。然后这块预留出来的地，除了它保留的原来的这些森林的树以外呢，他们还用来做他们的这个牛油果的肥料。因为这种肥料的话呢，出于食物安全的考虑的话呢，它不可能在他们牛油果果园里面去种的，所以在这个另外的地方，他们去把这个肥料就在这边去生产。今天我们来参观的这个牛油果果园，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它是有机的。它在最大限度上面去保留了原有的生态系统，它所用的所有的肥料都是有机的，也不用任何的除草剂，都是采取人工的方式去除草，而且它也不用任何的杀虫剂，它是自己培养的有益的昆虫去杀死有害的昆虫。Here we try to have a combination of compost filled with a
avocado with avocado leaves. A Criollo avocado leaves. 在这个桌上的话，摆满了各种用牛油果做的菜，是非常非常的丰盛。这一道菜的话呢，它是用的牛油果的叶子去焖这个鸡，然后这个鸡里面的话呢，它就是会吸取这个牛油果的果叶的味道。这边的话有一个牛油果沙拉，然后这是炸的猪皮，然后配上它这个用牛油果做的guacamole 酱，然后就这样蘸着吃的。这里还有一个甜点，做的是牛油果布丁，然后这里的话呢，它用那个青椒包的是这个牛油果酱，就是 guacamole 包在里面，然后把它去做的一道菜，就非常非常特别，很丰盛，就是。我没有想到牛油果有那么多的做法，这个很特别。这个是在就是当地的原有品种，因为它的皮太薄了，不便运输，所以只有在这个地方吃得到。Then you go one side, the other side, and then, oh, that is very clean cut. And then just eat it.Mm. It's actually more juicy than the husk. You can feel more water inside. Mm. And it's lighter. It's lighter. Mm. 它尝起来比这种我们出口吃到的，在国内吃到的那种 husk 的牛油果，它的口感的确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更加的，我觉得是更加的清淡。有一股很清香的味道，然后它的水分也更充足，而吃起来的话呢，更加的，有那个 juicy 的感觉，挺不一样的。But it's good. It is good. Different. This kind of pepper is not spicy. Yeah.Good to know. I cannot take spicy. It's not that spicy. 这一道也是他们墨西哥的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用青椒裹着这个牛油果酱做的一道菜，非常特别。Not hot. It's not hot. It's not hot. Well, for me. Maybe it's different. It's not hot. It's sour. Mm-hmm. It's a pepper. It's a pepper. 这个青椒它不辣的，它是酸的。然后它加上牛油果的话，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搭配。它首先要把这个，青椒先要去烤一下，然后呢，再把里面的籽去掉。去掉了以后呢，再加上这个醋去腌它，然后再往里面加这个牛油果酱。就是非常费功夫，但是这也是一道他们当地就是很家常的一道菜，非常的特别。